大家好，欢迎收看未来水世界，我是 Josie。 一提起鲨鱼，很多人的印象都停留在电影画面里面那条满口鲜血或者样貌凶狠的怪物。我亦都听过很多人对鲨鱼有偏见，觉得鲨鱼好得人惊，或者所有鲨鱼都是食人的。其实除了之前分享过的 Manta Ray 鬼蝠熊，我最喜欢的海洋生物就是鲨鱼。鲨鱼是远古的鱼类，亦都是鱼类世界里面的软骨鱼。不过它跟其他鱼不是很像的，它身上面没有常见的鱼鳞，反而就布满很多好像有钩的臀鳞。话就话是鳞，但其实更加像牙齿。它上面有特殊的结构，可以减低水的阻力，令到鲨鱼游得更快。大部分的鲨鱼都是肉食性的，它们会不断生出新的牙齿去取代旧有那些。鲨鱼亦都是机会主义者，几乎什么生物都吃，鱼啦、甲壳类、海龟、海豹、动物的尸骸，通通都是它们的食物。很多鲨鱼需要不断游动，令到海水透过它们的鱼鳃来呼吸。试想象，如果那些要获取鱼刺的人割了鲨鱼的鱼鳍扔回它落海，鲨鱼没了游水的能力，就只可以慢慢在海底那里窒息等死。部分鲨鱼可以在停止游动的时候维持呼吸，例如 Nurse Shark、 Bamboo Shark、 White Tip Reef Shark。 它们伏在海床的时候，亦都可以吸入海水，透过鳃裂令到它们继续透到气。绝大部分的鲨鱼都不会主动攻击人类，例如是鲸鲨、巨口鲨或者是 Basking Shark。 它们主要都是类食在大海里面的磷虾、鱼仔或者是浮游生物。至于虎鲨、公牛鲨、大白鲨、远洋白鳍鲨，它们就真的相对具攻击性了。大家可能看过新闻，知道外国有些冲浪的人士或者游水的人被鲨鱼咬。试想下，当我们在水面的时候，鲨鱼在海底，它下而上望上来，我们就是背光的影像。我们泼水或者游水的时候，看落就好像一些挣扎的海狮、海狗、海豹。鲨鱼的嗅觉告诉他们，这些东西根本不是平时的食物来的。不过记得，鲨鱼是机会主义者，于是它冲上来咬一口，哎呀，发觉我们根本不是它喜欢的食物。但可惜被咬的人已经失血过多，骨折甚至乎是救不回。久而久之，大家觉得鲨鱼好得人惊，但有没有想过人类更加可怕呢？每一年平均鲨鱼攻击人类的次数少过十单，但人类为了获取鱼刺而猎杀的鲨鱼每年大约有1亿条。顺带一提，每年被椰子树上面跌落来的椰子砸死的人都有大约150单。希望今集的未来水世界可以令大家对鲨鱼多些了解，少些误解。下一集再为大家介绍其他海洋生物，拜拜。